签书的活动，所以如果你有要签书的，你摸完底以后先到佛具部那边，好，从佛具部的门进去，待会在那边排队哈，等师傅给大家加持后会给大家做签书。如果你要签书的，师尊加持后请往佛具部的门口那边等候排队，谢谢阿弥陀佛。刹那呀娑哈，唵真巴拉。
签书的同门，请往佛具部的门口排队。好，你现在还在等要签书的同门，请拿着你的书到佛具部的后门那边排队。好，请大家往佛具部的门口那边排队等候。阿弥陀佛。Bye.
兄姐哈，麻烦你们配合啊。我有看到还有一些同门聚集在门口这边哦，你如果要签书的，麻烦先到外面去哈。这边的助教，请往门口那边啊，先出去外面排队等候哦。